你的药真正用到足强的呢。啊，是啊。是的，辛苦你啊。小云姐，小云姐，小安葬，小云姐，小云姐，多谢。啊，这两天敢有五档的消息？啊，永辉、珊珊，虽然咱已经做事啊，要唔过我也是爱甲恁讲，若是有五档的消息，一定爱第一个时间甲我讲，这嘛是为着五档好啦。你是咧怀疑阮骗你啊？这哪有可能啦？阮爸身体状况这尼啊差，阮比想哦，拢想要赶紧找到伊啊！啊！而且伊老的皮，你毋是看过啊？伊毋是要做前头，伊是想要用家己的方式啊去互大众一个交代啊。珊珊，你莫真咧激动啦。阿聪嘛是哦，伫咧甲咱提醒，啊，去讲嘛伫咧替咱找人啊。阮爸有可能去的所在哦，我拢找过啊，而且毋但找过一届。我甲阮爸去过，啊有想要去的所在。拢找过就是无啊！阿叔总一直找无，珊珊，你会当考虑伫媒体上甲五档讲一寡话，用亲情的力量感动伊啊！这只是我的建议啦，你会当考虑一下。另外有一件重要的代志要甲恁讲，阮警方伫现场无找到任何的现金，你敢知影是啥物状况？无现金？你不是提300万要甲表哥做器官的交易？啊，张淑英甲许忠信甲所有的代志拢甲我讲啊，要唔过我伫现场无看到任何的器官啊。我咧想哦，你为一开始表哥就拍算要骗你啊。好佳哉啦，然后呢，违法买卖器官，这罪名啊，应该是袂成立啦。啊，好佳哉。要唔过，也是爱查清楚这300万到底是走去倒位啊？因为这有关系，敢有其他的人伫边命案现场？若是有，这个人的证词会当替阮厘清案情。珊珊，我就把迄300万藏伫个袋仔内底啊，早起会所啊。啊，不过代志发生了后，我甲阮爸就着急离开。啊，就别给你提啊！迄钱哦，今麦伫倒，我嘛唔知影。啊，是讲有人伫阮爸佮有珊珊离开了后，就偷偷入去要提迄300万。其实迄当时表哥哦根本无死，啊，迄个人为着要顺利提到钱，就甲表哥拍死。所以永久哦根本唔是阮爸。就是安尼，阮爸就袂互判到足重啊哦。阮警方佮咧调查啦。要唔过，阮警方无对外公开迄300万的代志，希望你嘛莫甲任何人讲，这拢是为着找到迄关键人厘清案情。希望真正的凶手是别人。
嘛有可能是一个大胆的小偷，趁表哥死了，偷偷入去把所有的钱摕走，这嘛是有可能的。啊，总讲一句，我会继续调查啦。啊 ，Oh my God！ 我讲算假。哎，阿强，哎，你唔知哦，公司外口、领导外口全部拢是记者呢。哦，真无简单接入来。阿君，歹势哦，这段时间啊有足侪代志啊，袂较辛苦一点啊。袂啦，我袂辛苦啦，小 case 尔。啊，歹势啊，甲恁交流着。啊，我来找阮哥有重要代志要讨论啦。我嘛差不多要回去啊。喂，啥？张毅走去啊 ？What？ 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张安琪都走啊？哎呀，伊趁借户就业的时阵走去啊。详细状况我也是爱回去才知影啦。我先来。当初你无去啊，张安琪都走啊，现在听起来怪怪啊。都会怪怪啊！啊，你是打算讲张安琪是为着爸才逃走吗？那有可能啊？张安琪也袂这么好心啊。无啦，我也唔知影啊。我只是感觉这时机，敢会想过拄好尔。不管伊要做啥，只要跟咱无关系就好啊。无唔对啊！啊，今麦上吊是找着爸。珊珊，你放心啦。燕婷有请高导来斗三工，啊，因高山经营管理学院人侪又够有效率，应该真紧就有好消息嘞。想想对对，会记得你，相逢有缘对阮两人的祝福，风吹微微，纯情花蕊。春风未凋。